哎呀，你干啥呢，大哥？不是，我没看出来你是是是，有事说事。不是，我没看出来你是什么物种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，大哥？我玩的是行为艺术这一块儿。哎呀妈，dog 呀！师叔啊，哎呦，又掉着呢！你让我试试离远点儿。我跟你说，这要踩空再掉下去，这水老凉了。我告诉你，师叔啊，水凉，那你先把我吊上去行不行？你玩的时候注意点，你俩那小短腿的地方老滑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，万一掉下去的话是，你们又不跟我一样，我腿长，敲不着我了。现在知道走门了，你看吧，学聪明了。哎，说咋的，又是猜不透这一块儿。不是你这长得我有点，有啥呀？你说呀，吃不吃？你磨磨唧唧的，你不是我没吃过那么大的呀，凡事都有第一次呢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我祖祖辈辈都没见过那么大的呀！我说，离我近点儿，流氓啊你啊，小夹子。